弯腰耕熟，一铲一铲挖松土壤。三千代拢常要好好个啊，就是用正土地吼，甲袂迄个地甲袂分去。啊，无逐年拢去铺草哦，都无采耕。这里种过稻米，还有黄豆，现在改种苦茶树，希望提供大家多一种的好油。那这较大丛啊，咱两年咱就通个收成啊。这小丛吼，咱若要三四年吼，咱通个收成，通个采迄个。那个苦茶叶，好，两年就这样。这个跟肉梨同款啊，肉梨你也甲长枝。肉梨那无吃爱两年的。对啊，同款。啊，那有吃的四年。一车一车树苗再运过来，各界爱心共同成就。哎，有甲我落去参详，我讲安尼上好啊，这。你慢慢过过你一工到分啊，降温的，安陪伴你啊，再降温你。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志工拉线种下树苗，希望每株苦茶树都有足够空间，期待收成的那一天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郭金宪宜兰报道。